同学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杜月姐姐。今天呢，是由杜月姐姐来代班主持《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带领同学们来到了航空工业计量所。同学们在这里啊，在玩中学，可以说收获满满，都非常的开心。那今天呢，我们仍然来到了航空工业计量所进行进一步的挑战。那今天会不会有新面孔出现呢？让我们再次认识一下同学们吧。我叫周泽一，我叫江岩，我叫陈浩然，我们是梁天队，我们的口号是精益求精，量未来天，加油！我叫于明泽，我叫田子睿，我叫施少博，我们是助齿队，我们的口号是助航空齿，一丝不苟，加油！来到航空工业计量所，那么呢，可以说同学们上一期玩得非常开心，学得也非常的认真。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我们会让大家呀，对于计量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认识。好了，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一关，对抗大竞技，加油！哇，同学们看到我所在的这个实验室是不是有很多非常玄秘、大家根本叫不出名字的实验仪器呢？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实验室啊，名字叫做维氏硬度校准实验室。那我们第一关的比拼就和这里有关。大家可以看到，哎，这是一套什么呢？其实这是一套试样，一套啊是有五个，待会儿呢会发给同学们。我先给电视机前的同学们看看啊，哎呦，很沉呐、啊，这个颜色会不会是黄金的呀？其实待会儿考验的就是同学们可以用自己的肉眼，或者是用力的划呀，或者是也可以看看对方的是什么个软硬度呢，通过各种各样的方法，总之只要你认为是正确的，能够判断出他们软硬的排序就可以了。当你决定好顺序之后呢，我们是两队同学各自派自己的一个试样，哎，来上场。那么其实可以给同学们一些借鉴，就是田忌赛马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啊，你可以用自己认为最硬的啊这个试样上场，然后对方会用什么呢？是中硬的还是最软的呢？不知道，反正一起来期待同学们的精彩表现吧。我们第一关的比拼啊是和软硬度有关，那同学们可能要问了，这个软硬度究竟要怎么判断呢？哎，我们就请到了计量所的石老师，掌声欢迎石老师。石老师啊，给同学们这个试样已经发下来了哈，但是同学们完全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下手，这个软硬度要怎么判断才最准确，或者硬度到底是什么意思？硬度它所反映的就是咱们的一个物体，它去表示软硬程度的一个指标啊。就像我们最先开始知道，比如说鸡蛋遇到了石头，那我们知道谁软谁硬呢？鸡蛋软石头硬，对吧？因为鸡蛋碰石头的结果咱们都知道啊。硬度来讲的话呢，贯穿于咱们的日常生活中非常的多，在进行飞机的设计还有制造的时候，我们也是希望这个飞机它的安全性和舒适性更高，对不对？对。那么一架飞机来讲的话，大到它的外壳，还有它的翅膀，还有它的尾巴，小到飞机里面的任何一个小的零部件，比如说你们都坐过飞机吧、那个安全带是不是要系？对，系的时候那个安全带的那个扣，小到这些小的零部件都是需要进行硬度测试的。所以一架飞机上几乎80%-90%的零部件都需要进行硬度的测试。你看哈，老师的话当中是暗藏玄机，是不是？如果你们刚才认真听了，会有助于你们的比赛。比如说最开始判断软硬度是怎么样怎么样滑膜，对不对？所以如果同学们刚才认真听了你们就会胜出这第一关的比赛。那如果准备好了，我们就开始行动，好不好？好。那我和石老师在旁边默默的观战，你们加油好吗？好。你看这就不对，这绝对是，你看这划痕那么明显，不行，这太软了，这绝对最软。这个应该可以试一下，这跟铁差不多。明白，这太软，这个一滑全是道子，我看着都不忍心。我都不忍心滑了。那你就先放一边吧。这是第一，应该是。这个这俩。这是最软的。
这是其次，这是第三，这俩其实划出来没什么明显。那个有，那这个划，这个是。拿去划不出来，应该根本划不出来什么东西。那这些硬点。不好还，这个肯定是最软的。你看，你看后边划，划几道划成这个样子，特出白色了。这是最硬的肯定。这最硬的。这最硬的。肯定先出这个，这第三个硬，它胜率出率，这个第四个出，最后一个出。那第一个是哪个？我觉得这个是这个第一个，这个第一个出。这个如果他们可能也是这个往后面。你是第三个，第三个，那我这个呢？好，你这第、这个，你第二个出，第二个，我第三个，我第一个出，然后他出，然后你出，然后我再出把这个出了。1822年，德国矿物学家弗雷德里希·摩斯以10种矿物的硬度作为标准，定出了10个硬度等级。由此，其他物质的硬度与之相比，即可粗略推知，称为摩氏硬度或莫氏硬度。比如牙齿，它的莫氏硬度为6，跟玻璃、陶瓷的差不多。硬度最高的天然物质是金刚石，日常生活中妈妈手上戴的钻戒就是它。通过滑磨，量天队确定的硬度排序和铸齿队完全一样。下面就看他们如何选择试样的出场顺序了。现在呢，两队同学啊，已经在自己的心里，按照他们觉得标准的软硬程度，已经把这些试样呢排列完成了，而且他们把出场顺序也都排好了。现在我宣布，第一轮对抗马上开始，谁是第一轮要出场的选手呢？好，来，请出场。啊，哎，这俩是一样的，好像一样。现在呢，两队同学第一轮出的是一样的，这个一样的呢，就意味着第一轮打平了，对不对？那么这样，我们来看一看它的硬度是多少。那我们测试一个就可以了，是不是，老师？那这个放在这里吗？好，对。这个是我看上面有一个像钻头一样的东西，是要穿进去吗？咱们今天来测这个样品的机子呢，叫维氏硬度机。它的试验原理呢，就是说用一个比这个被测物更坚硬的物体去压入它表面。压入？对。所以呢，刚才咱们也都知道了，最硬的物体是什么？金刚石。对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选择带有金刚石锥尖的这个压头来去压这个物体，然后看在这个物体上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哎，明白了。然后来评判它的硬度。好，现在咱们来做这个试验。找到焦距以后，我们现在来对这个样品去打一个压痕。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塔台在旋转，这个塔台就像一个摩天轮似的啊。然后它在旋转以后，现在就是带有针尖的这个金刚石压头，然后到了它的工位去慢慢的接触试样。工位和物镜是切换的啊，现在呢，这个压头离开以后，物镜又对准了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屏幕上出现了这个压痕。我们就是通过去测量这个压痕的大小，然后通过公式来计算出来它的具体的硬度值是多少。所以刚才的那种方法呢，就是通过两种物体相互滑磨的方法，它仅仅是知道谁软一些谁硬一些，但是并没有知道它具体的硬度值。所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讲的话，我们不仅知道它谁软谁硬，而且能准确地知道它的硬度值到底是多少。具体的数据我们可以看一下。那这个的材质是钢的，钢的材质。那这个的硬度是203.4 HV， 203.4 HV。 HV 的单位是 HV， 它就代表是维氏硬度。哦，维氏硬度的。对，咱们今天用的这台硬度计就是维氏硬度机。所以它出来的这个硬度值的表示方法就是数字加 HV 它的单位符号。HV 就代表维氏硬度。好，明白了，谢谢石老师。那么第一小轮呢平了，是不是？接下来咱们继续啊。第二轮出场的是谁？好，来，第二轮要出场的试样是哪个可爱的小试样呢？请出试。哦，出现的不一样哦。
你们出的这个是什么？最软。最软。你们认为是最软的是吧？啊，你出的这个呢？是那种稍微硬一点，稍微硬一点。哦，所以你们认为谁赢了？他们你们赢了是不是？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谁赢了啊！哎呀，我这一摸我就知道谁赢了。都很厉害，有那么明显吗？是的，这两个应该是一看就是。这个的材质是？这个材质他们好像都猜出来了。嗯，猜对了。这个材质是铝的。这个呢？这个材质，他们没有猜出来。对，这个材质也是钢的。哦，也是钢的。但是钢因为它在通过热处理以后会改变掉它的基本的属性，它的组织结构包括的结晶状态等等都会发生变化。啊，包括我们可能就是相变也要发生变化，所以它的硬度也会发生变化。好，那我们先测这个钢的。好，调节一下焦距，找到一个最清晰的一个测试表面。好，那么这个式样的硬度值我们已经知道了，是751.6 HV。嗯，比刚才那个高多了，高了很多。这个在维氏硬度来讲的话，通常我们会认为750左右的是高值的硬度，然后刚才的200左右的会认为是低值硬度，然后400左右是中值。测试这个的话，我觉得先让同学们猜一下吧。好的呀，好的呀。你们猜这个铝的硬度是多少？有了700多的钢和200多的钢做比较，可能不到100，不到一百左右，100左右，但是不到100是吧？就是90多，差不多。我的答案是68，我们来猜猜，好准确的数字。这个我真提前不知道，恭喜你，69.3 HV。在双方第三和第四轮出场的比拼中，碰巧都派出了相同的式样，合金和铜。合金的硬度值是1550.8，铜的硬度是82.3。合金在五种给出的式样中是最硬的，最后一轮也就没有悬念了。双方仅剩的式样是之前测试过的高硬度钢和铝，铸齿队赢得了胜利。第一关硬度测试的比拼中，双方打平。看起来两队同学都掌握了硬度测试的简易方法，那么接下来就请石老师来揭晓同学们的排序是否正确吧。哎呀，没想到第一关同学们居然打平了，可以说所有同学调动了自己的脑细胞啊，又是排序，然后又给自己要出的这个式样进行排兵布阵。石老师，以您的角度看哈，他们的这个顺序都是对的吗？都是对的。哦，那您再给我们讲讲都是分别是什么材质呢？好的，刚才呢他们小朋友排的顺序是从右到左，是从硬到软的顺序。那么这个最硬的材质呢是合金的，这个呢是钢的，但是呢它是高硬度钢，这个是低硬度钢，这个材质是铜的，这个材质是铝的。所以说同学们很厉害哈，既把顺序全都排对了，然后不仅分析了自己的阵型，还分析了对方同学要出什么牌，以至于两边打平了，我觉得很厉害。我们继续来进行比拼，分出胜负好不好？这只是我们今天的第一关，马上进入今天的第二关，问答大比拼。同学们可能发现了，我们在一个大型而神秘的装置前面，据说这个装置非常的厉害，执行过特殊任务。那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装置呢？我们就请到了计量所的刘老师为大家讲解，掌声欢迎刘老师。刘老师，我们可听说这个装置太厉害太棒了，您快给我们讲讲吧。这个装置呢，就是当时咱们那个神舟飞船对接的时候，就是用的这套装置，然后给咱们那个用的那个特例的这个装置给它来给它校准，就是来确定它有咱们那个神舟飞船它那个对接的时候它那个位置啊力啊控制的准不准呢、啊、都是靠咱们这个装置来保证的。所以说它对咱们这个飞船对接的那个成功起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那刘老师，除此之外它还有什么样的主要功能呢？它的功能就多了，比方说咱们测这个我们运动员啊，比方说咱跑步的时候，它这个跑步的这个力怎么测，它这个平台呢就是用在这上面可以测，
然后还有咱们那大型的飞机啊，不是落在地上吗？落在地上那个起落的那个劲力怎么测，也是我们在这个都可以在这上面来进行测的。包括咱们高铁上，高铁上咱们做实验，就是做这高铁就是碰撞实验，这个是各个方向啊不是都有力吗？它碰撞力有多大，然后比如对咱们那个乘客损伤有多大，这个的力度有多大，怎么测呢？也是通过这个装置来测的。这个装置是咱们自主研发的吗？没错没错，这都是完全咱们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一个设备。哎呦，我觉得此时此刻同学们咱们应该响起掌声啊，为这个装置鼓掌，为这个装置点赞。随后同学们在刘老师的带领下参观了这台多分量力校准装置，并且通过刘老师的讲解了解了力是有方向的，这台设备可以通过内部的液压装置产生6个不同方向的力，并测量出它们的参数。这个功能在高铁、汽车的碰撞实验中是非常有用的。大开眼界之后，问答大比拼的考验才正式开始，看看两队同学的表现吧。新莽铜卡尺呢是世界上最早的滑动卡尺，请问它制作于公元哪一年呢？ A 选项是公元前9年， B 选项是公元9年， C 选项是公元19年，请思考。 B 选项是公元9年，是怎么算出来的呢？秦朝统一的时候是221年、公元前221年、然后汉朝是西汉末年才有的新朝，西汉灭亡肯定已经过公元了，所以公元前9年绝对不对。公元19年太往后了，太往后了，所以你这么一推算，大概九年是这样啊。我先讲讲这个铜卡尺好不好？新莽铜卡尺呢被公认为是现代卡尺的先驱，现代卡尺的先驱哦。该尺说明我国在2000年前。长度测量技术已经从直尺发展到了既可测量直径又可测量深度的卡尺。根据专家考证，该卡尺制造于公元9年。恭喜。好，你继续来答题啊。这道题是这样的，下面哪个选项被誉为旷世瑰宝的容量标准器呢？ A 选项商鞅铜方升， B 选项新莽铜加量， C 选项子和子铜釜，请思考。我觉得可能是 A 吧。你觉得可能是 A， 你们俩同意吗？反正不会这道题是吧？那有没有想排除法，比如说你想想哪一个比较接近旷世瑰宝这个荣誉？首先第一个，它年代是比较久远的，可能因为年代越久的，它一般属于那种越难找到也越稀有。那这样我先给大家讲一讲啊，商鞅铜方升啊，它是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所用的容器实物标准器。那么我再解释一下 C 选项啊，就是大家没有听过的子和子铜釜，它呢是战国时期齐国铸造的容器标准器。那我们再来说说新莽铜加量，它是公元9年王莽立号为新朝时期颁发的一件5量合一的度量衡容器标准器，被王国维先生誉为是旷世瑰宝。所以呢，正确的答案应该是 B 选项新莽铜加量。商鞅铜方升是战国时秦国的商鞅设计并监督制造的度量标准器之一。铜方升向世人昭示了统一的度量衡制度对国家政权稳定以及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子和子铜釜是战国时齐国使用的标准量器，器腹镌刻铭文，记着违反度量衡管理的惩处律令。而新莽铜加量是公元9年王莽立号为新朝时制造的标准量器，正面刻有新莽统一度量衡诏书铭文，全器包括了壶、斗、升、格、钺5个容量。因为这道题你们确实是不太知道哈，所以呢答错了，没关系，我们下次就知道了。
好不好？继续加油啊！来，我们这边的机会又来了。这道题是这样的啊，卫星在太空中面向太阳时温度会升高，这属于下列哪种热传递方式呢？ A 热传导， B 热对流， C 热辐射，请思考。好，请作答。 C 为什么它是热辐射呢？我觉得是因为飞船离那个太阳太近会导致有辐射，对，还面向太阳，所以我选 C， 有热辐射。选择热辐射，这是你们对统一给我确认的答案，是不是？热从物体温度较高的一部分沿着物体传到温度较低部分的方式叫做热传导，没错。那靠气体或液体的流动来传热的方式叫做热对流，对不对？那高温物体直接向外发射热的现象叫做热辐射。那我们 A 和 B 热传导和热对流都是需要有介质存在的，太空中没有这些介质，所以正确的答案就是热辐射。恭喜。哎，这道题好玩。炎热的夏天身上出汗的时候用扇子扇就会感到凉爽，这是什么原因呢？ A 选项，扇子扇出的风阻止了周围的热量。 B 选项，扇子扇出的风温度低。 C 选项，扇子扇出的风啊加快了汗液的蒸发，吸走了热量，请思考。 C 三个人 C C C， 你们是在唱声部吗？为什么？因为身上有汗液的话，水分的蒸发会需要热量，所以在水分的蒸发的时候会带走热量，所以身上就会感到凉爽。扇子扇出的风不凉吗？它凉是因为身上的汗液蒸发了。好，人体感到凉爽的原因啊，是因为汗液蒸发吸走了热量，而促进蒸发的方法之一就是加快液体表面的空气流动速度，所以就是扇，拼命的扇啊。扇子扇出的风加快了汗液蒸发的速度，蒸发又吸走了热量，所以人体感到凉爽。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继续来听题啊，这道题是这样的，古人常说退避三舍，那么这个舍是什么意思呢？ A 房子， B 十里， C 三十里，请作答。 C 三十里。退避三舍这故事我想你应该知道吧，这是怎么回事，给我们讲讲。晋文公重耳当时流落在外，然后好像是跑到楚国去，然后楚王招待他非常好，然后呢楚王问他，如果我助你日后为王，你要怎么报答我？他说如果晋楚两国交战，我愿意退避三舍，就是退我90里。就是说当时你如此的款待我哈，我作为报答，如果以后我们两个遇到的话，那么好，我退90里，是不是啊？退避三舍是一个汉语的词语，意思就是主动退让90里，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那古时行军继承是以30里为舍，那三舍就是90里，所以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恭喜。好，你的机会又来了。这道题是这样的啊，2019年5月20日正式生效的国际单位制7个基本单位中共有几个单位实现了量子化呢？ A 4个， B 7个， C 5个，请思考。好，你给我的答案是 B 选项，对不对？蒙一个，总共7个就全实现了，能吗？那7个量子化既然都是单位，应该如果能实现量子化，还应该都能实现量子化。哦，好，我们来听听对不对啊？2019年5月20日是第20个世界计量日。那今年活动的主题是国际单位制 SI 根本性的飞跃，进一步突出由于量子技术的发展带来的计量科学的进步，以及进而在国际单位制基本量值单位定义方面的深刻影响。那2019年5月20日起，我国开始使用新修订后的国际单位制单位，
原有的基于实物基准的热力学温度单位开尔文，物质的量单位摩尔，发光强度单位坎德拉，质量单位千克，长度单位米，时间单位秒，电流强度单位安培，这七个基本单位全面采用基于基本物理常数的新定义。你刚才给我的答案是七个，恭喜你回答正确。好，第二关谁获胜了呀？我们。恭喜你们。大对决，在比赛之前，大家可以观察到，我们又来到了一个神秘的房间啊！站在我身边的呢，就是我们计量所的甘老师。甘老师，您给我们讲讲，这个屋子看起来好神秘，这个房间是做什么用的呢？我们现在这个实验室是我们，边上这一，看起来是一个又黑又长的一块石头，我们可以猜一下，它现在有多长呢？就是从屋子的那 边一直到我们看到的纵深的后边，同学们可以猜一下多长？二十米吧，异口同声二十米，50米左右。说五十的啊，你说是二十米，还有不同答案吗？这说五十米肯定不对啊。五十米不对。真的？我觉得有五十米，因为我跑过50米跑，差不多大概就这么长。没有，绝对没有，我跑一趟7秒多，我怎么会跑到那里？哎呦，在不经意间还透露了自己50米是7秒多，我是8秒26。我走过去。那好，那我来介绍一下啊，在我旁边的这个装置呢，它的全称叫做35米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哦，一听到前边两个字35米，大家就知道了，刚才大家答案全是错的，有50的是吧？还有多少的？20的，35米，然后后边是什么来着？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好，来你来重复一下。35米双频激光，标准装置。谁有勇气来重复一下？35米标准，现在绕口令比赛马上开始，我点谁谁说。35米，35米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35米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35米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35米双频激光仪标准干涉仪标准。35米双频机制。机制也准。35米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哎呀，到我了，结果我忘了35米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哦，所有人都记住了。哎呦，这个名字也很神奇哦。我们这个装置现在主要的被测对象有，标准钢琴尺、双频激光干涉仪、激光跟踪仪等，这就是我们常用的大尺寸的计量设备，都可以在我们这个装置上完成校准。35米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可以在恒温、恒湿、防震的计量室内检定量块、量杆、刻尺和坐标测量机等。它既可以对几十米的大量程进行精密测量，也可以对微小的零件进行精密测量，是非常有用的测量仪器。今天的默契大对决就在这台仪器旁边进行，同学们准备好了吗？既然我们是默契大对决，那肯定要考验一下同学们之间的默契配合程度，对不对？我们待会儿呢，其实就玩一个非常简单的游戏，叫做谁来比划谁来猜。谁来比划，同学自己决定，谁来猜也是你们自己决定。我们最后就看在规定的时间内哪一个队猜正确的答案多，哪个队当然就赢了。好，现在呢，我们的同学已经就位了啊，看来是那边的同学呢来比划，这边的同学来猜。哎，这个排兵布阵我比较好奇哈，为什么是他在那儿比划一个人？一般比划不应该两个人，然后肢体丰富一点好猜吗？因为他们两个比我大，所以猜的肯定会比我好一些。哎，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哈。如果他们两个啊年纪稍微大一些，可能知识面也宽一些，那知道的就多，可能这边稍稍有一点小小的提示，他们就能猜得出来哈。那希望你们加油，能取得好成绩，是不是？准备好了吧？嗯，好，计时开始。三个字，
他是一位很有名的人物。哎，三个字有名的人多了。继续。之前他是统称过国家。秦始皇。对。两个字儿，第一个字儿是，就是我这在干什么？测量。第二个字，你说的第二个。量。量。然后第二个字是数学里面有个图形，叫方。方块，然后量块。对。这个东西。35米。35米双什么来着？什么测？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什么来着？标准。每个字都得一样啊。35米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好，正确。跟那个天平特别像。跷跷板。板，刚才你们猜到过这个人是不是、啊、杜良侯？咱俩挺有默契，我发现是不是？咱俩玩一轮吧，要不那个上一期出现的跷跷板，那个跷跷板里面塑料盒子里面放的是砝码。哎呦，可以啊。好，这个一共三个字，第一个字这是什么？一开始没删之前它是什么感觉？热。热。是刚刚出过这个题呀、啊、最后一个字，你出去玩的时候会，就是你不知道那是哪儿，然后你会请个什么？热那个热川岛。哦，请个导游是吧？好，过，正确。三个字，第一个是英文的，对，英文字母的第二个 B。 对，然后第二个字是，就比如说你开车，人家限速是30。 B 超吧。B 超。然后最后一个字，这是什么？五什么器？四仪器。必须 B 超仪。 B 超仪。三 B 超什么？二 B 超机。哦，一时间到。你这属于非常卡点的一个答案，B 超机。好，经过清点之后啊，我已经知道了他们猜对的个数，但是现在暂时保密，我们等另一队的同学来完成比赛之后，我们一块儿来宣布吧。好，我们这一队的同学也准备好了。哎，发现还是一名女同学在比划哈，为什么选你来比划呢？因为我相对来说比他们动作做得要好，就是要好猜一些，比他们活跃一些。哦，比他们活跃一些，动作可能大一点的话好猜，是不是啊？好，做好准备，计时开始。几个字？三个字的。啊，这是啥意思？刷牙。你可以说话。三个字，平时唱歌、音乐会什么的。麦克风。哎，正确。三个字的。手机的。用来充电的用的。哎呀，充电桩，还是说了两个字了啊，都不行，这个不能算了啊。来下一个。几个字？哎，13个字还是14个字才有争议，或者12个字，这俩算几个字儿啊？是不是？啊，反正就是很长。你想想怎么说是最直观的呀？35米双频激光干涉仪标准装置。正确。看时间用的，在古代。几个字儿？两个。鬼。嗯。好，回答正确啊。几个字？5个字。5。体温计。4。3。到底什么体温计？2。1。电子体温计。水银体温计。停。卡在我的停上，说了水银体温计，其实啊叫水银温度
记，就差一个字啊。好，那我们这三名同学呢也已经完成了比赛哈，究竟哪个队的同学猜正确的答案最多呢？我们有请所有的同学一块来宣布好不好？有请那三名同学。哎呀，刚才同学们是连比划带猜哈，对自己的成果还算满意吗？不是特别满意。那经过我们的清点和盘算之后呢，我来宣布数量比较多的那支队伍就是这边的同学，恭喜。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第四关，智勇大较量，加油。第四关呢，我们来到了质量实验室，我们请到了计量所的骆老师，掌声欢迎。在这一关呢，骆老师特意啊把比赛设计在了我们的质量实验室啊。为什么要设计在这里呢？因为咱们这个实验室啊，是那个不论是能力还是环境条件，都是咱们这个一流的，咱们的这个最高标准和这个配套的设备都在这个实验室，不管是高精度的砝码呀、天平啊、质量比较仪啊，都是在这里摆放的。嗯，而且我们的工作人员可能平常工作的氛围非常的放松，每天有茶话会，下午茶的时间要开始了，是不是？开个玩笑哈，我特别好奇啊，我们芝麻开门里的芝麻，一粒，它这个有重量吗？大概是多少？要不先让小朋友猜一猜？哎，可以。哎，那您这样，比如说我们这个换算单位，您先给大家普及一下。咱们质量最大的这个单位是吨，一吨等于1000千克，然后1000克等于1000个克，一个克就等于1000个毫克，一个毫克等于1000个微克。哦，最小的是微克。最小的是微克哈。那同学们，你们猜这个芝麻是几吨重啊？谁能给我一个答案？大胆的猜一下。一粒，0.0000001克。那你们这么多零，不应该是吨吗？啊，到底是多少？好，骆老师，他们给了中间有7个零，就是0点啊，7个零，然后之后有个一，是吧？克，那这个是和吨啊，那这个是多少？那这个实际上是0点几克。零点几克？对，零点几克的话，可以说是几百毫克。哦，几百毫克。哦，那这个答案标准吗？实际上不太标准。咱们一粒芝麻大概在3到5毫克左右，大的话，因为芝麻的大小它也是有差距的，大的芝麻可能大一点会有5毫克左右，小的可能就3毫克左右。哦，大概在3到5毫克之间。那芝麻哥哥的重量呢？这今天没来，反正谁不在说谁的原则。我觉得他大概是150斤，那就是。给我换算成吨是多少？0.0075吨。他们算的对吗？对。哦，好，所以芝麻哥哥的体重是0.075吨，是不是？我要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他终于可以用吨位来形容自己的体重了。那好，之前咱们都是开玩笑哈。骆老师，这一关我觉得由您来出题吧，好不好？好，我给大家出5个数，然后咱们通过这个。桌上的这些水果还有这个一些器材，然后来实现咱们我出的这5个数的值，时间最短的获胜。质量计量可以说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小到测量身高，大到测量飞机的重量、燃油的加注量等等，质量计量与生产和生活安全密切相关。这关游戏，同学们要完成的任务是利用各种食材，称出与这5个数字等质量的物品，误差必须在正负0.05克之间。游戏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学习质量计量的方法，加深对质量计量精度的理解。3.35，第一个数。没有，那太重了，那有8克是吧？放黄豆，放黄豆吧，这个。多了。抓一把烟，抓一把换。一点多，你等会儿，慢点。三十。
六六七一直在那跳，三十三五，完全准的。对，这边看三点三五，十四点零零，发发发发发。好，这边也完成了。好，这边的第一个数字已经完成了，也是在您允许的误差范围内，是不是？第二个十四点零，你们也可以四点。咱放一个这个柠檬，不用放回去，不用放回去，反正也行。换一个，不行，别柠檬太。那咱们再放一个猕猴桃吧，咱们。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正二十一了。十三糖。可以。哎，可以了。第二个数字，不要太重了，太重。可以没？你这第三个是吧？51.60克。放枣。再放，再放，再放一颗。14.05，这个数可以。下一个51.60，51.60。好，可以，哎，哎，不对，还不到。51.59，可以，没问题。下一个。15.02。15。放，撤。撤。放房子。51.60呢。400多。好了。可以了。再下一个是15.02。15.02，多少？15。15，放一个，我就放一个。15.60，少，拿黄豆。哎，不行，少了，放一粒。51.05。哎。15.02，行，下一个是39。399.99。放，都放。放这个。15.02。我想到重点。13。别靠着桌子。好了，15点，老师，好，可以下一个，399.99，老师，我完成了，好，这个数可以，一，399.99呢，快点啦，你，脑子大，可以了，不可以，哎，好，他们也举手了，骆老师，您看这个误差是可以的吗？可以哈，哎呦，恭喜你们，太不容易了，完成任务。这对同学，我发现有一个问题哈，是举手一定得规定是他举是吗？哦，就是所有人举手，快举手！我一会儿你自己为什么不举手？这样还节省时间。而且我们的这位同学非常的坚强，抽泣着，含着眼泪完成了最后的比赛。刚才同学也给你道歉了，对不对啊？其实啊，小朋友同学之间，大家是好朋友，在一块儿吵架呀，非常的正常，对不对？我们和好朋友都是吵着架长大的，但是你会发现，每次吵架之后，两个人的感情都更好了。你看这孩子，今后。你们一定会是友谊特别深厚的一对好兄弟。好，一起进入今天的第五关，创意大测试，加油！让我们一起唱，让站在现场。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关，在这一关，哇，同学们高兴了，终于可以放飞自我了，因为我们要看看同学们的创意怎么样呢？其实我们要考的非常简单，材料、道具都已经发给同学们了，就是让同学们呢做小桥。那么最后谁来评判呢？就是由我们计量所的高老师来评判，而且高老师特意为同学们打造了一套打分系统，您可以来介绍一下评判标准是什么？我们今天的评判标准主要分成五项，第一个呢是桥面施工的精准度，第二个是桥体的稳定性情况，计量器具的使用情况，还有就是三位小朋友的协同合作情况。哦，不能一个人独自完成。对，我们要团队配合。还有就是他们的创意，还有色彩的搭配。哦，色彩搭配又涉及到美学方面了，是不是？同学们如果平常涉猎过这方面的知识的话，那么色彩搭配一定会很漂亮。对，接下来就看同学们的了，打开自己的思路，天马行空，放飞自我，好不好？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始我们就要计时喽。好，加油，计时开始。到这儿的距离，不是整个这儿到这儿。你不可能把所有的都盖上，其实把所有盖上也行，就从它到它的距离得了。27.9距，好了，这是6.1。6.1是。量天队选择了比较常见的平板桥面设计方案，迅速就完成了整个桥面的制作，并且在整个过程中非常注重施工标准的把握。
无论从桥墩间隔的测量，再到桥面支撑结构的设计，三名同学都是精益求精，所以他们造的桥看起来不仅稳固，而且美观。那我们两队的同学啊，都完成了自己的创意作品。现在给你们一定的时间，对自己的这个创意作品可以进行阐述，然后呢，要给自己的创意作品起一个名字，好不好？每队派出一名同学吧。你们队先来。我们创意的作品名字就以我们的队名命名为梁天桥。最下面这个三角形的设计，就是为了它的稳固性，因为考虑到桥梁中间是最容易断裂的地方，所以我们把这个三角形直接卡在了中间。然后同时考虑到三角形可能就是比如说在这么使劲压的时候可能会类似这种往里塌吧，所以我们就在外面又延加了两条。然后我看到你们这设计的很细心哈，旁边还安了这个是护栏吗？是护栏。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们这个配色也很漂亮，这个黑配色，然后中间的桥面还是彩虹的颜色。哎呀，我很喜欢你们的这个桥啊。好，这就是你们的创意作品哈。来，我们看看下一个队的同学，他们的创意作品呢，那可真的是创意作品呢，就是没有想到这个桥，我其实刚才我研究了半天哈，这个是怎么走呢，是没搞清楚，所以向你们请教一下，你们的创意作品名字叫做筑水桥。其实本来我想的是那走一个曲线型的景区，比如说很多美景的，比如说有森林里边观赏鸟儿的，然后像那种有观赏湖泊的，都是曲线的桥，可以让游客在这边停留更久。好，现在两队同学呢，等于说都阐释完了创意作品，现在我们有请评委团的老师们打分。创意小桥评分呢，筑尺队的桥面施工完成精准度呢，我们给出了10分，满分是20分，桥体稳定情况呢也是10分。施工过程中对计量器具的使用情况呢也是10分，协同合作情况15分，创新及色彩方面10分，总分55分。梁天队桥面施工完成精准度呢我们给了15分。桥体稳定情况，因为他们的力学结构比较稳定，下面加了支撑点比较稳固，给了20分，满分。施工过程中计量器具的使用情况，他们的桥面的测量以及长度呢基本上达到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我们给出了19分。然后协同合作情况，因为我们没有给到满分，是因为他们的交流很少，所以我们给了18分。创新方面我给了5分，色彩方面呢大家一看也非常的漂亮，配色非常的好看，所以给了满分10分，总分呢是87分。87分，那所以最后获胜的就是你们，对不对？恭喜你们。经过2期呢，我们在航空工业计量所跟同学们在一起拍摄学习游戏，我都有点舍不得了啊。其实啊，我觉得每一个同学都非常的高兴，可以说是收获满满。那电视机前的同学们，不知道你们看的过不过瘾，开不开心呢？以上就是我们这期芝麻开门挑战大现场的全部内容啦，同学们再见了，再见。